是在做这种吼土法炼钢的动作，就是怎样，就在移动工作表，就是类似像这样吼。那我们有个顺序，就按照这样的顺序，那你会发现，哎，怎么样移动会比较最好？它会刚刚好由大到小移动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什么呢？就是用怎么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按照 shift 啊，比如说我们用假设直觉的 shift 啊，刮弧里面的话，我们是给什么？给名称好了。啊，这个名称的话呢，我们就是用 my shift 上面有个阵列嘛，对不对 ？my shift 上面这个阵列刮弧，我根据什么呢？假设我哈是根据 i 好了 ，i 的话意思是说我去取得第几个。那如果说我今天 i 预设是从12，对不对？我会先取得最后最大那一个。那最大那一个要移动到哪里呢？要移动到，所以呢后面的话刮弧就是把最大那个点 move 打一个 move 移动到 before， 好，冒号等于。Before 到哪里呢？到这个这边我们可以打一个移动到最前面那一个。那最前面那一个是哪一个？就是在第一个的前面。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可以打什么第一个？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第一个呢 ？Shift， 好，刮弧。第一个的话是 Shift.com， 好。shift.com 总数，对不对？总数假设我们有13个，那13个如果把它什么减掉 i 的话，减掉 i 的话，那就是因为预设从12开始，那如果我13减掉12的话，那就可以怎么样呢？刚刚好是就是第一个，所以我先移动到第一个。那回圈如果下一个的话就11，对不对？那如果11移动，那变成说下一个是等于是乘好了哈，那乘这个工作表移动到哪里呢？移动到 shift.com 就13减掉的11就是第二个，移动到第二个的前面，那就放在第二个位置，以此类推。所以哈，如果这样写由大到小的话，基本上这样就写完了哦。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好了，再来试试看看能不能自动帮我搬移，然后。